啊，咱这饲料如今，啊，胃丸，不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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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这饲料如今，啊，胃
念哉，万当万哉，马当马哉。快乐嘛一天，烦恼嘛一天，看你安那样啊过。世中有一句俗语呢，有法度人解决的代志，你唔免烦恼；无法度人解决的代志，你烦恼嘛无路用。所以就看你安那样啊过。人生就是安尼，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唔通咧，咱出门就看东看西，买东买西，唔通咧嫌东嫌西。今仔日这个颁奖的典礼，啊，我当咧真人，咱只个奖状咧，一定咧欢笑，配合咱只个囡仔爱知影尊师重道，友好是大人，要咱对朋友有情，啊，对这个社会有义，对这个国家咧来守法，一定爱去，爱对朋友有情。时时刻刻，要咱友好是大人，要咱尊师重道，这是今仔日的重要意义。希望恁两代成人了后，爱处处于社会，用处于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会和谐，国家会强。最后，有祝今仔颁奖典礼万万成功，祝大家健康快乐，多谢大家，谢谢。哇，我们谢谢我们的郭议长。哇，我们议长非常的用心，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一连串的，哇，真的是引经据典哎。那这边呢，思颖来学习一下，老公嘴哪亏的七的摸醋金，你讲大概是不？哦，是吧？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议长。紧接着，我们邀请中华民国一贯道全球总会的理事长王宝忠王前人上台为我们致辞加冕。我们恭请理事长王前人。